这面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啊，有一些老人们在这坐着。这个别墅啊，好像是在这个地图上还有显示啊，盖的也非常之一般啊，这可能是个小酒店，还没修搞修好。就我个人观点来看，太一般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在地图上被标出来。保加利亚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度，它会标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，好比说麦当劳，好比说这种宾馆。这海倒是挺漂亮的，我算是走回来了啊。